老肥兔们，你们好吗？说错了，我说错了。老肥香们，你们好。咋的啊？我就是老肥兔。有在现场的老肥香吗？你们不来，我不老哦。你们都来了，我才是老肥兔啊。你们要听小肥兔跟你们讲话吗？小肥兔就在旁边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肥兔，你们是谁呀？兔子姐姐问你们要不要去快餐的演唱会？不去的就去死吧！直播要开始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哈哈哈哈。